至于部落里更详细的天气资讯，来看到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17到22度，有6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全日16到24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3到24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9-6度，高温22度。嘉义阿里山最低温6度，高温19度。南投仁爱鱼池雪里信义最低温2度，高温来到19度。台中和平最低温7度，高温18度。苗栗南庄石潭泰安11到17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6度，高温来到17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1到17度。宜兰大同南澳9到20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8到22度。秀林万荣10到21度。寿丰封滨15到23度。凤林光复瑞穗16到21度。竹溪玉里富里3到20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19到22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1到21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7到23度，台东市有5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14到23度，6到7成降雨机会。兰屿20到22度，有2成的降雨机会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14到20度。